香港影帝梁朝伟究竟会不会拍《鱿鱼游戏》第二季？日前，老婆刘嘉玲在 IG 曝光，梁朝伟前往南韩釜山影展，和《鱿鱼游戏》导演黄东赫吃饭对谈，还抛出三人同框合照，写下 "Let's play Squid Game"， 引起大批粉丝暴动，猜想梁朝伟是否会加入第二季拍摄。消息越传越烈，戏剧制作公司 Siren Pictures 也于11日回应，表示梁朝伟并不会出演《鱿鱼游戏2》，也不是为了选角甄选见面，双方只是一起吃顿饭而已，《鱿鱼游戏2》不会有外国演员。事实上，梁朝伟在釜山影展记者会受访表示，现在都拍大荧幕作品居多，不过近期也想尝试电视剧演出，也希望能挑战以前没接触过的角色，对南韩影剧也相当感兴趣。许多粉丝听到《鱿鱼游戏2》确定没有梁朝伟，虽然有点失望，另一方面也认为梁朝伟虽然不会出演，但与黄东赫导演的这顿饭，说不定在未来可以促成其他合作。